好，我是春江新苗传媒的内容总监徐梦安，欢迎各位的莅临。今天我想讲的是互联网行业中。徐总监，发布会开不成了，公司倒闭了，我们全失业了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让我先讲完这个 PPT。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徐梦安女士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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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梦安女士，您的房屋贷款逾期了。您的信用卡本月账单如下，请及时查还完毕。您所在的公司已经破产清算，没有任何一支补偿。跟你说了一个下午的客户痛点，我的痛点呢？徐总监，对不起。小何啊，这么基础的一个 PPT 你已经调整了三次了，你还问我问题在哪里？是不是我把饭喂到你嘴里边，你连嚼都不会嚼一口就直接咽啊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挂了吧。气死人。估计那孩子啊弄了一晚上了，脑袋有点懵，要是你能改就自己动手改了吧。那我要他干嘛呢？那我给你弄点不叫眼浓烟的，哎，小何，改好的文件我已经发到邮箱了啊，你好好看一眼，同样的错误不要再犯了啊。熬个粥。你赶紧叫英杰起床吧。哦，手机怎么又乱放了？吃啊，李林，你好了没？好了好了好了。
怎么还没吃完？抓紧时间啊！哎，老爸，你这好帅啊！你爸最近帅的频率有点高啊，这是要干嘛呀？见客户。你该跑业务了。领导让我跟着去，我不能不去吧？现在竞争多激烈啊，我们搞研发很重要，市场更重要啊。有道理。你放那儿吧，我一会儿回来收拾。你一会儿就回来了？哎，见客户嘛，用不了多少时间，回来待会儿摸摸鱼，下午再去单位。还是那么的不思进取啊，真棒。走不走？走，马上走。云姐，走了，来啦！抓紧啊！职场困境如何破局？职业格局如何拓展？四十堂职场进阶必修课，四域案例全解析，实现你的职场跃迁。这就是你们公司做的讲座啊？对啊。多少钱？两三百块钱。有人买吗？当然了，两天我卖了7000多份呢，怎么会没人买呢？那讲什么？成功分享呀。我想你花个几百块钱，知道人家几十年的成功经验，不划算吗？难道还要自己经历个几十年之后再去总结？来不及了呀。爸，换个台呗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大早上的，听点轻松的嘛。你现在呀，是每天上学，所以觉得烦。等你活到我跟你爸这岁数的时候，就知道了。上学学点东西，根本就不够用的。别强行给人打鸡血。哎，这可不是打鸡血啊，这叫活到老学到老，知道吧？哎，这话谁说的来着？啊，那个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政治家梭伦。你看看，国际通用语，2000多年了。妈，你要卷就卷你公司同事去，别卷我们这些无辜群众，行不行啊？我们可不能做那种自己不努力还见不得别人努力的孩子哈。我就是想听点轻松的，你非给我上升高度啊？这还真不是高度，这是生存之道。发展的更好，那么职场云姐，我们就听这个挺好的，学习学习，没准啊有更多的机会呢。哎，这话我爱听，机会现在多难得呀。哎，今天送你到哪儿啊？我一会儿云姐想，我跟她一块儿去。